结婚前来大姨妈。老公，你下班了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过来一下吗？说吧。我肚子疼。怎么回事啊？肚子疼，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去医院有什么用啊？我这是生理期来了，去医院也没用。这样，那你晚饭是不是也没啥？对啊，你饿了是吧？那要不我去给你做饭吧？不用不用，我去烧，我去烧啊！你躺着好了。你是肚子疼对吧？生理期对吧？嗯。那我去给你泡个红糖水，啊，你等着。老婆，红糖水泡好了，快快快，吃了吃了。不太好喝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喝。喝啊，喝下去对身体好。趁热喝了还暖肚子呢。好吧，听话啊，那我去做饭了啊。老公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要出去一下。肚子疼出去干什么？还不好好躺着。我那个没了嘛，我要去买一下。那个哦，那我去给你买吧。你用什么牌子的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去不好吧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去。有什么关系的啊？这样说明我有老婆了啊。你会不好意思的。不会不会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去买啊，你就好好躺着就好了。那行吧行吧，你要早去早回啊。好的好的。婚后来大姨妈。老公，你下班啦？你眼瞎吗？没下班我会坐在这里。好凶啊你！我肚子好痛啊。没有肚子疼啊，都老是肚子疼肚子疼，怎么又吃什么东西了？去上个厕所不就好了？不是，我生理期来了。生理期啊？嗯。那喝杯水啊，喝水不就完了？这多么多年了，这都不懂。你以为你家的开水是包治百病的是吧？什么都喝开水，喝开水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，这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想怎么样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去躺床上休息得了啊，不需要你了。老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进来一下。有什么事呀？我那个没了。什么没事啦？就是女生生理期要用的那个东西啊。那没了，那你这是去买啊。我肚子不舒服，你叫我去买，你去买一下嘛。你叫我一个大男人去给你买这个，丢不丢人的？那你以前不都可以吗？现在怎么就不行了？那以前是以前，你像现在万一被熟人看到，多倒牌子啊。啊，我服了你了。那来来，拿去拿去，剩下的都归你，行了吧？100块给我，你打发假发子啊啊！你那个就要50-60块了，就30-40块的跑腿费。你狮子大开口啊是吧？哎呀不要，你再不行我要生气了，你别怪我，等会打你。好好，你就这样吧，强迫我出门。老公。又怎么啦？我那个东西呢，买了没有啊？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啊。在路上，你不是应该你去买吗？我买了，我叫外卖了。叫外卖？你够厉害的，你牛。那我要等到啥时候？快点快点，半小时之内送到的。嗯。无语了。